我们颁奖典礼我们就说嘛，我们的这庆功宴会颁奖嘛，这时候呢我们就请来了 Asian Skin Solutions 我们的高级销售经理 Miss Tracy Low， 你好。好，马上呢我们要颁发的这个奖呢，就是刚刚大家也知道了亮丽肌肤奖。那想问一问 Tracy 哦，你觉得亮丽肌肤啊，亚洲人的肌肤有什么特质？OK， 亚洲肌肤呢是比较娇嫩的，所以呢是针对我们 Asian Skin Solution 是特别针对亚洲皮肤的问题来做于治疗哦。难怪你看 OK， 真的你自己也非常亮丽啊肌肤。好，来我们马上要颁奖了，有请 Tracy。 恭喜 Rebecca 获得了亮丽肌肤奖，恭喜恭喜，也要非常谢谢所有票选哦支持 Rebecca 的朋友。好了，这时候稍作休息了，待会儿记得要继续回来哦。